好吧，我就继续玩下去好了啊，就看游说，就看看，一样啊，加速嘛，加速，然后挂机，然后打副本，差不多啦。所以之前有玩过上古王冠那款游戏的人吗？之前有玩过上古王冠那款游戏的人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款游戏，好，这两款游戏是完全的一样。然后我再来就玩玩看看它的游戏架构嘛，看它是不是好玩的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怎么好玩。啊，前面就是一定会过啊，啊就基本上就是跟其大部分主流的手机游戏、主流的明星手游一样哦哦，自动挂机，然后维克爽玩，维克爽玩啊，不要氪，千万不要氪。还是说这两款游戏，本来就是同一款游戏，只是上古玩冠是在大陆那边的名字，然后比如说移到那个台港澳这边就变成什么什么洗给考了。还要挂机奖励啊，范志行挂机手游，干透了。然后然后再还要玩什么装备，一件装备啊，嗯哼，然后没有任务吗？诶，已经没有任务，前置任务这么少哦，好像前置任务蛮少的，一件装备啊，诶嘿，射箭很厉害哦，我总觉得这中文配音非常的突兀啊。 OK， 再还有什么可以玩的？嗯哼，开始挑战，就这样。然后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进入副本了吗？哎呦，哎，小姐，你屁滚摇，哎，他们走的样子那么智障，这什么容？我总觉得这个龙好像之前在幻想神域看过啊。我以前玩一款线上游戏叫幻想神域，然后这个龙跟那个好像哦，然后被打输了，被打死了，这一定会死的啊，这一定是剧情啊。身体好了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但我是谁？他变异了。等一下，他这个魔女好像在哪边看过欸？刚刚网络上找预览图是不是有看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一定会过啊，这个就是这前面的前置剧情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有点像冰雪奇缘的，好像冰雪奇缘哦。所以前面的剧情没了，然后再去什么微风平原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刚刚看到那个魔女，好像刚刚的魔女好像有看到看哦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好像是这只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找到，一样吧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朋友一样啊，他刚刚打那只龙的时候就是这个魔女啊，哦，长得好像差不多吧，应该是他吧，就风格都一样嘛。啊，对，靠北。根本就是完全 copy 过来的。恭喜您，请在这里签下您的名字吧。签下我的名字，我要怎么签？我看一下哦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取什么？我想一下。我爱台。中华民国万岁！我取这个好。中华民国万岁！白目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吗？中华民国违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中华民国违规。那还有别的？台湾加油！那取这个台湾加油可以吧？哎，为什么台湾加油不行？哎，哇靠，这限制太多了吧？台湾加油，中华民国都不行哦。那这个，
我想一下哦，蔡英文下台可以吧？哎，蔡英文下台总可以吧？哎，蔡英文下台不行，哎，我说蔡英文下台这样也不行。哦，好玩啊、哦！我觉得这游戏嘛，取名字比游戏本身还要好玩。取名字比游戏本身还要好玩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那这个韩国瑜可以吧？韩国瑜，韩国哎，等下韩国瑜的瑜是哪个瑜啊？我想一下，韩国瑜哎，韩国瑜的瑜哦，玉字不瑜，韩国瑜韩国瑜用膝盖走路，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？靠北，韩国瑜总统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啊！很棒的名字，韩国瑜总统，韩国瑜总统是很棒的名字。这怎么那么好笑啊？我去。取名字比游戏本身还要好玩。又是，好吧，不用怀疑啊，氪金抽卡游戏啊。这 BGM 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总觉得这 BGM 超级突兀的。各位，你们就不觉得这 BGM 超级突兀的吗？然后高级招募在这里。啊，氪金抽卡手游啊，不用不意外啊。狂毒这只好像刚有看到吧？哎，对，有哎，好像是这只哎，各位看一下，现在我画面中滑鼠在动的这只一样哎。然后之前的啊，玩家改名之前的名字不太符合规定哦。为什么？哎，我这跳过来，然后就说我名字不太符合规定。那我想一下哦，我要选总统。我要选总统可以过，OK， 回到角色这边，好好笑、哦。然后这是狂毒队。哦，这个是上古英雄，上古王冠那边他的游戏画面，然后这次狂毒是有的，然后再来名字哎，没人能逃过魅影的眼睛。哦，这个魅影，我想一下哦，哦，好像刚也有看到吧？哦，找到了，就是这张啊，就是这张上古英雄，上古王冠英雄的什么手机壁纸啊。就这个一样啊，这只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对比过来是一样的啊。好 ，OK， 还有别只吗？干嘛？我大陆第一学者，超厉害！真，他说超厉害，我就超级掰呀。我大陆第一学者，超厉害！又是你。啊，就一定会给你的啊，这基本上是一定会给你的啊，不用，所以不用太意外啊。OK， 还有别的吗？来吧，升级，好。我想我这次就玩到，我还要玩吗？我要玩下去吧，因为他这边应该就存档了吧？哦，我应该是不用再跑，好吧？我想我这次就玩到这边啊。我要选总统，我不知道我这账号之后还会不会在欸，好吧，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，那就之后还会再测试看看啊，反正这款游戏就是一款氪金抽卡游戏。为什么会有一个声音啊，一直噔噔噔噔噔的声音，好怪哦。好，反正就这样吧，这个游戏确定是从上那什么上古王冠这样子，可能是直接搬过来，或者是直接超怪，或者是说他直接改名而已。 OK， 各位拜拜。